对，我觉得 R&B 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舞台，因为大家都太好看啦。那时候你和那个 Kiki 姐姐一起就是弄那个摸的那个画面。从南京回到洛杉矶，还是我跟你说、啊、这个事情我真的要说一下。那个时候我跟 Kiki 去服装室试完那个服装之后，我们俩在镜子那儿坐了一下，这是我做完之后我自己好害羞，我不知道我在害羞什么，但是我做完之后我说天哪，我感觉啊自己都太害羞了。在舞台上角色的代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